吃的问题，因为消费的生产跟消费的问题。对啊。对，因为我会觉得现在状况是，他其实老实讲，现在大家外食很多。对。老实讲，就是说一个工人我要去买一个有机食品，老实说还好，比如一个买不起，我也不会一个礼拜，也许我买一餐。哦。对，我自己要做菜的时候，我就买一餐啊，也许还 OK。但是就是我觉得，比如说像上次那个中华电信工会跟美农那个，但是后来就几次就慢慢淡了。我觉得那个也跟所也那个层次是很复杂，包括跟宣传有关系，包括跟他消费习惯有关系。那我觉得那个东西目前的工会或供应还没有办法处理到，就是说怎么处理或怎么在这个地方去生根，让他我可以用转一个话吗？对，要怎么要什么样功能？加喝水了。也像有钱人一样很怕死这样子，要吃好一点，对啊，吃好一点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工人都是被威胁，比如说那个洪明威老师每次就讲说，十年后你们就没有台湾米可以喝，十年后你们面包就怎么样，对，都在威胁我们。那我觉得工人当然很朴实嘛，对，说活不下去还管你有机物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但是相对反映说，现在的有机当然被操作成你讲。对，就是健康养生，然后是某种等级的单身的中产的女性，哦，那真的是，对，那谁不像我那种生活？对，可是就是现实上没有，对，不是这种物质基础的人，没错，做得到，对对对。我觉得难道要国家统的来这个头白统把一块地弄成是国家菜园嘛，然后搞这种有机？我的意思就是之后这个结盟，我觉得南极结盟部分这个真的是它这个反而是大部分，因为它是有经，这个是经济基础的部分。是，对，我们会好好的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想到的有效的是从功能的下一代，比如说血统。对教育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学校的营养午餐那种，它的食材，它的食材要什么？因为食材如果是学校愿意进去的话，不可能有，也许有贵族学校啦，但我们的方向是说，一般的学校，对公立学校，不可能说这个很有钱的全部在一般，那个不太可能这样的，至少是在台湾目前不会这样子。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出发点。OK， 对。放出来。好，谢谢啊，胡言乱语。还有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没有。下次再来嘛，前后没有，要好几轮啊，要怎么样让你拍一些那个花絮的？要幕后要装猪吗？你是一号嘛？对。那你的那个是什么？一马当先啊。是一人一根柱子，集体欢乐会，对，集体欢乐会，啊，集体欢乐会，集体欢乐会，同意要三重，不，又讲错了，选区都忘记了，那个树林莺歌新庄要投一号哦。新庄不是你吧？新庄不是，新庄分两个，对啊，新庄第二选区是我啊，对啊，这样子捷运才会一路通到树林哦。啊，不是要去桃园吗？